把眼睛眯起来。干嘛？哎！你刚才不是说你相信我吗？哦。到了，我终于到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里是我个人的秘密基地，不管开心或难过，在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出口。哎，嗯，是把你所有的不满朝这片大海全部喊出来。啊？你刚刚还不是说很漂亮？皮亚诺，你今天为什么不卖热狗？杜子峰，还不是你害的！怎么样？还蛮爽的。